就喜欢唱歌是吗？嗯，没错，就是在我其实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唱歌。嗯，在当时还在广西、嗯，在广西，所以当时接触的更多的是壮族的歌，也中国的。也不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外婆家，然后外婆都会唱歌给我听。嗯，那外婆唱的调调当然就是壮语的调调，因为他们的中文可能也说的不够好嘛、嗯，所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会尽量的跟我们说普通话，嗯、但其实。在唱歌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调调、嗯、所以我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有学壮族的一些山歌，有系统的学过吗？我那时候才2-3岁，怎么学啊、哦、就是但是我是有这么一个听就是等于是属于少儿教育吗？还是儿童教育吗、嗯、幼儿教育这样。对对对、嗯、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面长大，就是自然而然我长大一定会有一个脑子里面会有一个神经，哎哎，我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学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上、嗯、所以从小音乐氛围就是很强的一个、嗯、没错没错一个家庭。那之后是你去了广西艺术学院，嗯，在11岁的时候，对对，其实我在长大陆续我也是参加了很多一些比赛，嗯，就是因为我就说我在唱歌比赛吗？对，唱歌比赛其实也有其他的比赛啦，比如说画画、啊嗯、还有演讲啊，就艺术类的，对，舞台类的，对、嗯、特别喜欢表演、嗯、对我来说表演呢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嗯、所以大概4-5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就是任何表演机会我就跟我妈说，那我妈也很支持，对，而且她看我一个眼神、嗯、她一个眼神啊我给你报名去，所以就变成我们很自然的就是比赛冲击队、啊、所以也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很喜欢，所以参加比赛也不会说因为比赛或者是有什么目标会充满压力，是压力。我那时候很小，才4-5岁、嗯，所以其实连学都没上过。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家长，嗯，会可能怀揣着一个新梦、嗯，然后让小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啊、比赛。但你当时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当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嗯、我爸妈只是希望我可以快乐的成长、嗯，可能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以后会怎么样，嗯，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小，嗯，但是他看我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样子，嗯、就觉得说，哎，怎么感觉跟舞台下面的我不一样，嗯，所以他们可能讨论之后，这个天赋就、嗯、觉得就哎，不然我们就栽培一下他、嗯，让他去学习一些课程、嗯，但那些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习的东西、嗯，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用处，要谢谢爸爸妈妈。那在广西艺术学院的时候学的是唱歌吗？
没有，因为当时我就想要去学声乐的，但是一到那边他们就说，哦，你才11岁，你很小，你没办法，你还要变声，对，就赶到变声期的时候，你可能不然你就去学2年跳舞，然后你再给我转系，或是怎么样，这样肢体语言也会有帮助。我说，哦，好吧，跳舞也可以吧。所以最后学了跳舞，最后学的是民族舞，中国民族舞，少数民族。学了2年之后就来美国了。对对，大概1年多我就接到通知，就是我父母要让我移民到美国来，所以他们就说不好意思，你可能必须得休学。我当时就是挺失落的，后来也没能转系，学也没学好，然后就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所以刚来美国直接来到了洛杉矶是吧？第一站到洛杉矶就。就是一个娱乐的都市了。当时对洛杉矶有什么憧憬吗？我在洛杉矶憧憬，其实我一路走来，我都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我每一次都没有做任何心理准备，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心理准备。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在我妈妈的呵护下，就是她可能已经给我铺好了很多路程，让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哎，我要开始自己上去了。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爸妈都会帮我安排得很好，到我上舞台前戏都是这样，直到我上舞台那一刻才觉得是让我放开我，让我才是 you're on your own 的感觉。所以在这之前之后，我一点点，可压力倒是有的，但是不会说，怎么办，会有很头疼，很大的那种，你刚刚说的什么？压力比赛的压力，对对对，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到了美国，被保护得很好，对，也算是他们，当然也会让我自己走，不然我在舞台上面就懵了嘛，什么情况？对，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帮助了，就是爸妈在旁边。所以到美国之后，就马上开始参加艺术类的训练了吗？像在中国一样？我在美国其实一开始1-2年我连学都不愿意去上，因为我很想念以前一起跳舞的小伙伴们，同时我觉得那个生活才是我的生活。我来美国只是来看看爸妈，然后看看这里的天空多么美丽，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就回去了，就没有打算要留在这里的，因为我真的想说我一定不适合这个地方。但是后来1年多2年开始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不然这样子好了，我想说在上学的课余时间，我们去学一些跳舞，因为我至少毕竟已经开始，我想要延续下去。然后后来就开始学习一些美国的那种爵士啊，hip hop， 还有百老汇，有很多那种像这边种族很多不同种族文化，我就开始接触他们的舞蹈文化，在这上面我觉得特别有趣，然后我就比较放松我的心，你开始渐渐融入了，对，就融入进来，但是是从舞蹈开始，还有因为我语言不行，当时的语言就是一句话都不敢说，但是因为跳舞的关系，就是在整个跳舞的那个团队里面，很多人就是都听，就是觉得我跳舞很好，然后就想要过来跟我学习。你是舞蹈的感觉很好，对对对，能感觉得出来，对，然后我就怎么说，他们就教我讲英文，我就教他们跳舞，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融入感让我感觉我自己也有一个可以立足的地方，然后才开始就是比较有自信心一些，然后当然还是继续去学习唱歌啊。这当中花了多久的时间，从一开始来美国到你真正觉得开始融入了？我觉得也要3年。对，要3年。但所以是到可能17岁，16、17岁，15、16岁，对对对，然后到了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很荣幸就是可以被选上唱美国国歌啊，在我们高中，在他们的那个，你知道那个 Homecoming， 对，我就在上面清唱了一首美国国歌，然后那时候的我就是超级紧张，我又不会英文，不是我的母语嘛，其实大概是第3还是第4个语言，然后我在唱这样的歌曲，清唱也没有人伴奏，也没有人站在我旁边，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说，一定要做好，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国歌，所以我就把它唱好。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就是唱完了的时候的我，让我觉得说我希望可以多唱歌，因为大家为我鼓掌，会看到我表演的那一瞬间，就是我不管在做什么，表演什么样的曲目或什么样语言的歌曲，
我都很喜欢这样子的那种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是从那一支国歌开始，还是持续小的时候的那个梦想，它算是我一个转折点、哦、就让我觉得说我可以，我就因为一直在跳舞，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你可以唱，让我就去唱了。唱完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唱歌对我来讲的乐趣远远超越于跳舞，但是我觉得在唱一些快歌的时候可能在我的肢体语言上会更加自然的去表现，那个对我来说有加分到，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选择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去练习，是这样就开始唱歌了。那个时候那开始唱歌的时候还是自己在练，还是说会找老师啊，或者开始参加比赛了呀？后来就开始又回归到比赛冲击队，就跟我爸妈就是还是继续去报名这一边的比赛。这边的比赛比如说就是一些华人举办的一些小比赛，像星岛日报举办过一个当时还有王力宏来到这边，然后他一个演唱会，然后让我们去大演唱会上跟他一起合唱，然后还有新，反正就很多新人王什么的，对，新人王也有东森的新人王，然后还有，还有选美我也去，反正这边的这一类的比赛都去了，除了唱歌比赛，还有其他比赛也都去，反正就是锻炼嘛，那时候才十几岁，我觉得这种经历很好。然后渐渐的就有一些成绩了，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有经验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大概就是到可能高中毕业的时候了，高中毕业那段时间也是另外一个转折，因为其实我后来就开始自己创作，自己写歌，到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自己有一个原创作品的那个累积了，那就希望可以跟一些制作人去深度的合作，然后那个时候很幸运我就拿到了一个比赛的冠军，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冠军的评审里面有一个小甜甜布兰妮的制作人，对，然后这个制作人他就让我到他的录音室里面去，他会帮我录一些小样，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英文还是不是特别好，因为在唱歌上面的发音是有差别的，跟说话，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在录音室里面唱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演员来，就是歌手来说的话，是现场表演的感觉跟录音棚里面的感觉都一定要同时的去进步，才能够有一样的成长空间嘛。所以我在录音棚里面呢，就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转折。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当然他就让我说，哎，你要不要模仿小甜甜唱歌啊？然后我就可以吗？然后他就放给我听小甜，其实我很喜欢小甜甜的东西，然后我就跟着他唱，结果我唱的跟他很像很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模仿的很像。他们就说，那不然让我就帮小甜甜唱小调，就是帮小甜甜合音。配唱，然后那一段时间我挺享受在那里面的，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那边，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对，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那个时候是帮 Britney Spears 做 demo 的，对 demo 加上就是铺垫的那种合音，然后同时我就开始接触了不少的，除了那里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的音乐制作人一起去合作自己的作品，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作品拿在手上，就是说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对，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可能我的人生计划的一些铺垫，对，那当时我就有想回到国内，然后就去了北京，还是想回到国内，但因为在当地其实也有签约，然后也有一些小的曝光，对，也有一些就是媒体呀、的接触过。当时也是觉得说其实都不妨都试试看，因为我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中文的在里面，我甚至之前写了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就是让大家在华人地区这边的外国人一起跟我们华人学习唱唐诗，然后我就把唐诗300首写在了我的歌词里面，
然后又把它翻译成英文。就那一阵子其实还是蛮有反响，大家都有一些他觉得还不错，我可以不忘根，然后就是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然后自己的文化很重要。说在Britney Spears 的工作室，然后接触了一些音乐制作人，有了一些自己作品，建立一个小资料库之后，就开始报名中国好声音了吗？其实我一直都在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那阵子也合作了有3到4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要往北京，想要像大家一样去北漂，然后想要做这些，想从主流的音乐圈开始。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特别辛苦，而且是一个我在国外长大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回去接触到那边的，就是你知道，在国内近几年发展非常快，整个机制都不一样，对，所以我就感觉有点喘不过气。后来呢，我就往后退了一点，去到了台湾。对，我在台湾就待了2年，然后在台湾那一边呢，因为有非常多的老的那些算是。已经在音乐圈子里面待了很久的前辈，然后这些前辈呢，他们在这十几二十年来的经验其实也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同时我又挺喜欢就是中西结合的音乐，所以我会找一些当地的一些很厉害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地下乐团们，就跟他们一起 jam， 一起就是合作，做出挺多东西，然后那一阵子的我其实停留了很多往前走的步，我只想留在就是增长自己内心的那些就是音乐素质上面。对，然后当然就是这个机缘看到了好声音的那个招募。对，也不是招募，他们不招募，他们没有要有任何海选这种东西，所以我就是知道有这个比赛，因为第一季出来之后，然后第二、第三季的时候，我就一直去问说能不能让我报名，就问一些圈内的老师，后来还是没有问到一个可以帮我推进进去，因为这其实都是我想说，因为好声音的里面的团队是很精益求精的，像他们可能都会去找唱片公司的签约的艺人，或者是一些在外面唱过很多很多年，然后非常有经验的表演者，但我不是属于两者，我都是在做自己的音乐，然后在一个自己很封闭的空间，其实独立音乐人。对，那一阵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少表演，也没有去比赛，也没有，我就是在自己的音乐的世界里面过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呢就好声音这个比赛，我就又一想，因为我的愿望还是能够回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家乡，因为其实在台湾待太久了，我也觉得说我是要回美国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阶段就是有点这样的转折，那就
刚好有好声音出现，我就联系到了一个、很多很多很多道关卡，联系到了一个那个导演、然后我就说导演我也想去参加好声音、能不能让我给你听一下我的 demo、然后他就让我录了 demo 给他，其实前后也录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一直让我改，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是挺有潜力的、所以就让我试试看，然后我就其实一直在跟他们沟通，最后三个月以后了他们才愿意跟我进行下一步的那个面谈、所以我是算是自己去报名，自己一个人、自己争取到的一个机会，自己去找到的这个好声音的这个报名方式、所以两三个月之后你是终于去到了电视台，去了上海，嘉兴、没有，还没到嘉兴，在上海。哦，在上海。对，在上海当时就是继续录歌，他们要选到一个最适合，他们觉得最适合我跟节目效果搭在一起最看起来最融洽的人，所以已经到选歌了，所以就已经其实一直都是在选歌。如果你丢 demo 给他的时候，他听了第一次觉得好了，他跟你说话第二次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对你有兴趣。可是一开始就不回复了，那就是没办法。如果你还一直跟他联系，他其实就是在帮你找最适合你的歌曲，就有可能会让你上场。对，然后到了上海还是一样继续找，其实找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都很适合我、但他们都觉得我身上太多不一样的文化的东西、他们希望可以给到最让他们最眼睛发亮的东西、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因为这就是压力了，这是真的第一次感觉到压力、因为我就特别想要回到我的祖国、我又特别想要回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一个这么大这么强的一个舞台、我就觉得说这种这么高境界的殿堂、我一定要很好很好的去争取的，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压力也不少。